曹操，小心点，曹操！来，飞河那么多，你看看。啊，你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！好了，胡杨。 能让你见到他，我已经破例了。你是说我不能把他接走了？是的。那等任务完成以后，我再接他走。怎么，这也不行啊？能不能带他走，要看军部的。军部解释，车间里的人不能留一个活口。不过看在咱们两家多年的情分上，我会尽量帮你。 小岛叔叔就拜托你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倒希望他能娶你回日本。你不怕他是七大姑啦？哼，他大仇已报，还会去当七大姑吗？太晚了，回去吧。 老爷彻底明白了，全子等工人早晚都是死路一条，还包括他自己。现在自己不仅要破坏小岛的计划，还要想办法让工人们活着出去。 小岛局长，凤小四死了，主要是几个工人干的，抓人吧。走。
什么理由去找？这车间除了我、曹华里，你五个工人，还有几个守卫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怎么会死了一个外人呢？那这事儿就窝囊的过去了。现在窝囊，到枪毙他们的时候不窝囊就好了。要不把这五个工人换了？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上手，换了别人。 耽误事情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盯死曹华林，你就负责盯住那五个工人。他们每个人都不能离开你的视线，他们只能从车间到招待所，从招待所到车间，任何地方都不能去。嗨。 昨天我看见你卸了材料了，枪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。我不是说也别做枪了吗？我只是顺带有送走，万一董事长需要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顺带烟也别做了。我这儿有几个零件，行，我马上放进油桶。另外还有两支枪的零件，我分积分批拿来。放的时候注意痕迹别太大了啊。另外呢，再说呢，别让油桶见底了。 差不多的时候告诉我，我派人送油。董事长，那个，我们把傅小司干掉了。干掉了？怎么干的？昨天晚上他溜到油库里，然后找到了枪的零件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和柱子把他勒死了。现场处理了吗？处理干净了，连狼狗都问不出来。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 可是昨天半夜死的，怎么到现在小岛也没动静？也有别的事儿啊？那怎么办？从现在起，什么事儿也别做了，等我通知啊。嗯，明白了。董事长，说实在的，你真打算帮小岛把东西做出来吗？是，他是我研究的课题。任何一个科学家对自己的课题不达目的。 是不会罢休的。就算是一只鸟碰到，也会当场烧成灰烬。加上报警器，我要求任何东西触碰了电网，警报立刻响起。 这不是我朝见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工人消极怠工呢？怎么讲？你看，机器的转速和切削的铁屑状况，完全可以提高效率。 提高转速，啊，董事长，再快，刀就崩了。没问题，你挂高档。哎，再提高一档。大家听着啊，小岛局长给咱们两个月的时间，一定要抓紧干啊！听见了吗，玄子？哎，他们都听你的，不必叫咱们提高效率，就说我说的。 明白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掉了，不小心。汪师傅，你看你是老装备钳工了，怎么这么不在意？这幸亏是硬的，要是没战火呢，还得重来。是。 这月的工资扣一半，好吧。那怎么办？其实没事，你看，只是把地砸了个坑。报告，办公室有急电。你去吧。明天。
别害怕，工资啊，我给你补上。董事长，这我不太解，都到这时候了，我还能在乎钱吗？董事长，其实是我觉得这地下有鬼。怎么回事？在我刚才掉地下的时候，发现这地下是空的。董事长，您听听。 这肯定是自毁装置，啊！以防不测试爆炸用的。董事长，会炸咱们吗？我估计按钮可能在小岛办公室里，我马上去找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要给小岛努力工作的印象，不要让他抓什么把柄，啊？好吧。七大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 我知道了，局长。哎呀，董事长。哎呀，曹强，不行了，怎么了？累死了，我可得歇一会儿。歇一会儿，动不了了，动不了了。你就歇着吧，别累坏了，还指望你呢。哎，喝点清酒，解解乏。 我有清酒，我去拿。啊，哎，再加两个菜，两个小菜。啊，好。平铁，叫厨房弄两个小菜过来。哎呀。 小岛君呐，真好啊，这椅子，啊，真会享受，太会享受了。哎，你坐，你坐，啊，你喜欢，让你坐。哎，我的椅子就不行啊，啊，行了行了，明天派人把椅子给你送去。不行，君子不做人之爱呀。没事没事，来，喝酒。桌子也好啊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桌子，啊，好啊。 吃吧，喝点酒。来，累死了。来，干！哎，娟子，董事长不让咱们插手，董事长是为咱们好。 咱们不能不为他干点什么，我感觉时间越来越紧了，小岛逼得越来越紧了。小岛没那么简单，除非把这地板给豁开。豁开？对，豁开是不可能的。那咱们再琢磨琢磨。小岛君，啊，给金师打电话了？打了？你叫我打的？我什么时候？ 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哪个琴师啊？千鹤社的琴师，听说他的胡琴是天津第二把交椅。我认识这琴师，我认识。可怜呐，老。
曹三，今当一犯就给枪毙了。曹三，你就别挖苦了，好不好？你已经进场了，这个事不再发生，我保证啊。对对，我叫那琴师把行头带过来了。唱戏得有行头，没行头没意思，是吧？那扮上才有味道。 曹三说的没错，我每次扮过，都感觉嗓子比平时亮了。对了，曹三，虞姬那段对白，我汉语不好，老师念不好啊。你唱我听听。那个妾言。行了。这个韵白呀。 妾言不足啊，不足之意啊！望大汪奋勇处战，速定鸿骑，速定鸿骑，速定，你明白吗？ 京字、京腔、京味儿，哈哈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方师傅，曹先生，就等您了啊！行了，这就行了，开始吧。我先唱，请。哎，来。 好，在当中，忽然说一句：“现在练习机场戒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容易，看样子会是场硬仗。我们一定要保证曹先生活着才行。可是现在咱们人手不够，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只能找十三太保帮忙了。” 虽然已经知道自毁装置的按钮在哪，但是什么时候剪断是最好的时机呢？他左思右想，小岛下一步想干什么？难道只是限制自己的行动？难道只是四周布满了电网？现在不能贸然行动了。但是有两件事情要抓紧做，一个是想办法通知外面行动的时间，另一个就是搞枪。 救大哥需要人手吗？当然需要，除了你们还有别人吗？当然有了，守枪队的头跟咱拜过靶子，金南支队跟咱也不错，马齐了，有个百八十人嘛。不过这次是偷袭，人不能太多。那我们十三太保就行了，个个不是孬。就是，这个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有一个要求，大家必须统一听我指挥。这个你放心，为了救大哥，我们听你的。首先，要严格保密。 只能说是去杀鬼子，绝对不能说是去哪儿打仗。放心，没问题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练习攻坚战。嗯，从明儿开始，我们就听你们指挥了。好，从明天起，我会派一个八路军的侦察排长过来协助。一言为定。好，大家就行动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好小岛的寸步不离，使我老爷很难再做枪。 看来，只有智取。我老爷立刻从京剧里面想到了一个绝招。如果不能做枪，
那么可以借枪。把枪举起来，放平手，三点一线，调整呼吸。好，大家听我口令，预备，射击。时间一分一秒的逝去，我老爷明白，关键的时刻快要到来了。有多少人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付出生命？牺牲并不可怕。这场战争，我老爷已经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。如果牺牲能够换取成功，那么死亡又有什么可畏惧的？为了引开特高科给草画里的压力，我建议声东击西。谭姐，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吧。炸了山炮厂那台设备，这样既给老方报了仇，又转移鬼子的视线，让特高科疲于奔命，只是在炸设备的当天要把庞师傅送到根据地。好是好，可怎么把炸药运进山炮厂呢？庞师傅他们一直为这个发愁呢。炸药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爸工厂的工人每天都自己带饭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炸药放在饭盒里呢？等一下，走吧。哦，好好好，老弟，哎，打开，老弟吧。好，打开，走吧。哦。司令官阁下，山炮厂关键设备被炸。是什么人干的？正在勘察现场，初步鉴定有七道沟的脚印。给我全城戒严。嘿，听到没有？全城戒严，戒严。罢了，一定要加强警戒。嗨，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注意。嗨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报告小岛局长，七大姑炸毁了山炮厂，山炮无法生产。什么？七大姑炸了山炮厂？那天司令官命令抽调30%的兵力支援驻屯军执行任务。什么任务？那天司令官下了死命令，一定要抓住炸毁关键设备的人，从而抓住七大姑。怎么肯定是七大姑？现场留下了七大姑的脚印，和中华大戏院留下的皮鞋脚印一致。那就是说七大姑另有其人。立刻把咱们厂的卫兵调过来，驻屯司令那边我去说。嗨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试验快结束了吧？小岛的倒计时间表出来了，还有11天。七大姑嘛时候领导咱们？七大姑指示咱们从今天起行动。那做枪的事呢？不做了。不做了？我这回也学一把诸葛亮凿穿借箭。看见门口那几架枪了吗？早晚是咱们的。明白了，董事长是惦记外面那43把大盖。不，
我要挪挺机关枪。啊，这机关枪？按这个进度，估计最后一天能完成。就是，照这个进度搞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军部催促好多次了，最好能提前完成。可是我们已经提前10天了。小岛局长，小村，什么事？属下想问问，曹化旅这个月的表现怎么样？ 非常好，全力以赴工作，还有10天就大功告成了。这就怪了，属下搞不明白了。我不管你们到底能不能搞明白，只要我的计划能顺利进行就好。不是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这个月七大谷就再没出现，一直到山炮上设备被炸之前，也没有见到七大谷出来报复。那就证明，曹华岭至少不是七大谷本人。这个。 看目前的样子，像。对了，你来得正好，全方位检查一下警戒，最后几天绝对不能出事。嗨，明天。嗨，安排警卫，工厂里面工人和曹华林不能有丝毫的个人时间。嗨，我知道了。小左军啊，你还歇着呢，快看看件去吧。好，走。 望远镜，把东门附近所有的杂草都烧了，我要的是无人区。嗨，这个。 挺胸收腹，站直了。小岛局长没跟你说过吗？你看，这四个警卫是什么样子吗？曹操，什么意思？你看，这不带子弹吗？这能装几个子弹吗？这不安全吗？这个，不少了，每人20发。才20发呀？二十发呀？我们是警卫车间的，打仗有别人呢。 麻痹，玩忽职守。要是别人打进来怎么办？知道我小岛局长现在价值多少吗？你是这里面做什么的吗？每人至少100发。听见了吗？嘿，每人至少100发，4颗手榴弹。要我说呀，再来一条机枪，那才踏实。一条？不管。 一根一支啊，一架，反正得一个机枪，这才安全。董事长说的对，开挺机枪设在这里。哎，开挺机枪1000发子弹。行了，这心里才踏实，是吧？踏实。去。哎。哼，真想好。 一挺机枪就能抵挡住一个人，何况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一个班的兵力。嗯，走去南门看看。其实曹省大可不必担心，警戒部队足够了，城里到处是武力。咱们这种人胆子小，你一派警卫，我总感觉要出事儿。曹省，在这里会出什么事？ 天津都安全了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瞧你，跟你开玩笑的，那么紧张。好了，不干活了，那就放松放松。哎，那不行，不能耽误工作。哼哼，我就知道，你总拿我开心。 我老爷知道小岛在琢磨自己跟卫兵说的话，但把小岛的脑子想废了也想不到，那几支枪已经是我老爷的囊中之物了。到现在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是啊，已经接近曹华里最初说的2个半月了。显然是小岛看管得非常严，曹华里在里边也不好过。
不过没关系，应该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。咱们这次不能硬拼，硬拼的话500人也打不过他们。讲究的是秩序，咱们抓紧时间商量一下，冲进去之后几路人马如何协调一致把曹华礼和工人救出来。小三啊，刘总监，机枪我已经安排拿过来了。哦，机枪还真来了。参谋，林董事长的。哎，你是？我就知道有问题。你们就是这样保养武器的吗？啊？几天没撒枪了？现在要有人袭击我和局长，拿什么保卫我们呢？我可是搞机械的哦，别糊弄我哦。董事长，我这就查查。小董局长，咱们在这拼命的干，他们可能这样马虎，出了事谁负责？谁负责？谁负责？曹厂说的有道理，别管了，我们去喝酒。太不安全了嘛！妈，现在变速机厂是进不去了，他们连临时工都不要了。防范这么严，看来实验到了最关键的时候。如果再联系不上的话，曹华里那边可真的就麻烦大了。你们放心吧，要真的出了麻烦，曹华里说，就是拼了命，他也会把东西给毁了的。不行，美军情报员说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把他给救出来。对，我们上级也下了死令，必须救他出来。我想到了，曹华里跟我说，如果真的有需要，让我去找卞副市长。找他干什么？汉奸。他说去了就知道了。他能接近变速机厂，为什么？金梅曾经跟我说过，卞副市长早期留学日本，不仅是曹华礼和小岛的校友，还是小岛叔叔的同班同学，两人关系非常好。看来，这位卞副市长也一直想结交这个声名显赫的校友，而曹华礼避讳他是汉奸，而远离他。他的意思，应该是让我们去找卞副市长，让卞副市长去找小岛和曹华礼。我想，这也是曹华礼的想法吧。那要是小岛拒绝见卞副市长呢？这种可能性不大。既然曹华礼敢提出这个主意，就说明小岛会给卞副市长这个面子。那如果这个伪副市长拒绝帮忙怎么办？咱们不是请他帮忙，只是请他去探望曹华礼。那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去见卞副市长。小岛叔叔，你让我见他一分钟啊！哎，下次真不行，等完事了，你愿意跟他待多久都行。我讨厌你们！小岛局长，这是铁面无私。夏子太简单单纯了，曹华礼轻而易举就能利用他传递消息。闹了半天，这些天你一直和曹华礼在一起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他请我帮忙照顾他女儿，那卞叔叔能帮着捎些衣服去吗？这是曹华礼的意思吗？是啊。太好了，这个忙啊我帮，这说明
他已经同意我们的要求了。要求？怎么回事啊？上次你来我家的时候太匆忙，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日本人一直叫我们市政府发展一些优秀的人才加入日本国籍，说白了。卞副市长一定会同意的，只要我爸能求的事啊，他心里一定有数。哎，马阿姨，要不在衣服里缝点什么吧？那不行，特高课检查的特别严格。你放心吧，你爸肯定会想办法把情报带出来的。也是。一会儿你去给我爸买点吃的吧，最好把那个佣人给支走，我给他做他最爱吃的西排。有问题吗？不好弄啊，钢口软了吃不住劲，硬了就断了。还要在钢口的战火上下点功夫，千万不能耽误3月8号完成。我可向军部领了军令状的。侄子，哎，再做几个副传动轴，我反复战火用。嗯，没事儿，一两天的事儿。希望吧，董事长。曹霞，咱们要去见一个人。什么重要的人呢？连活都不干了。卞副市长。你替我推了吧。推了？人家是来见你的。你没看我这活忙的吗？你呀。我怎么可以拒绝呢？你就说我走不开。我怎么可以打这个官腔呢？卞副市长是我叔叔的挚友，也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。那你的意思？同意不同意都得见。进来，我先去安排一下。局长。卞副市长到，卞副市长来了，有失远迎啊！客气客气。来天津这段日子怎么样啊？还好，还好。市里啊催得紧，说只要是曹华礼率先加入日本国籍，将会带动不少人呢。卞副市长去曹华礼家了？是啊，我打电话约他，才知道他驻场了。这不，他家佣人顺便叫我给他带点吃的和衣服来。啊，卞副市长，曹华礼现在是重要人物，任何人都见不得。哦，这么严重？
现在美军给我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们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战争。另外一种方式？对，曹华礼现在参与到了我们这个重要的另外方式。哦，那我还是走吧，别到时候你们日本呐有什么闪失，我罪过可大喽。但卞副市长例外，你可以安排和曹华礼见面。不过送来的东西，特高课一律要检查。没有问题。 检查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到里面走走，等他过来，请。嗯，好。